管理属的故事。大家都在跟电脑说台湾话，因阿日忽然间想要用台语写一篇较特别的文章给电脑读看卖咧。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顶几日啊有收到日本朋友寄来的批，伊甲我讲一寡伊和伊的查某囝做伙食饭的代志。大家拢在甲电脑讲台湾话。